阿爸，手转七康不？欧啦，啊，没给回龙科，靠北。对啊，太简单的时候就是对，反而你会有意外。先重置。这只搞鬼啊！我跟这只搞鬼，咱来处理这只对吧？对啊，伤害才100啊，不会痛啊。我是怕，我跟你讲最保险的打法，找对特懂，20000有没有呢？这就是技巧，各位。Damn， 妥妥。亏嘞，亏。龟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手转啊？什么？吉康宝，看一下，各位看一下吉康宝，这个手转吉康，手转霸康宝，看到没有？手转了，看到没有？霸康宝，不能轻敌，一波带走。回来，好棒棒哦！不好意思，不要这样讲。哎，水妹加秒说那个谁啊，清凉，你怎么讲出来的？刚好讯息弹出来嘛，是不是太快了？我听到声音，可是我没看到那个画面。那应该是 follow 的音效。但为什么没看到画面呢？是谁 follow？ 有人可以告诉我你什么时候 follow 的？因为我想要感谢你，我想感谢不到。太快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听到发罗声音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动作这么快，就没关系了啊。感谢你的发罗，对啊。不过如果你有抖，你有抖内的话，基本上我们那边是会有记录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啊。就是右下角有跑马灯的哈。然后那个谁啊，清凉，刚刚太早破我的梗，怎么可以告诉大家水面有那个嘞？小鸟有六花式转法嘛？没错，花式转法。靠，没转到。咪咻！卡牌技能上有写哦，不是有人看不出来啊？你懂吗？对不对？还讲遐大声，大家拢知影，安尼就对不？这个。应该是不用磨什么技能了哦。哎，还没打到，这么厉害，真是佩服我。妥当有两种，妥妥的把它 KO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。不会发生跟刚才一样的状况了。
一波带走 ，CD 三的时候一波带走。不过他因为是那个时候变强哦，所以他那个 CD 会重置。说记得，延续一定要开 ，remember， 因为下一回合没机会开。对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看似困难的关卡，但是你只要善用手动卡牌，就会把这关发挥最大的效益。两 combo， 瞧不起他，没错。叮，看到没有？这时候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转法，轻松哦，看到看有多轻松哦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。阿爸，手转七康不？欧啦，没给回龙科，靠北。所以我刚刚有踩了一点刹车，对，忘记开龙科哦，这是小小的一个意外了哈。这个有奎龙科，有奎龙科，奎龙科哈。好，当然这样一定要给他一波舒服了。欧了 ，K。哦，基本上地狱其实是蛮好过的，那刚刚能够GG基本上都是假的，眼睛业障中你看错了。